这里是整个三界最大的修真之地，庚辰仙府里辈分最高的那位师祖，想挑选一些资质好的弟子跟随师祖潜心修炼。我不是来凑数的吗？师给我买出道位了。奇言怪语，我在这里被关押了500年，或许可以另谈发展。我来上班啦，老板，那能不能不要加班了？究竟何为老板？ 就是我不停给他干活，他不停给我发赏赐的人。这是什么妖法？这些进山的人，个个都想算计我。老板，您真的没事吗？此刻对你来说是个好机会。懂了，老板，您还满意吗？那你是否想杀我？我知道你生活在一个不杀人也会被人杀的环境中。 可以不喜欢杀人，但不能不悔。对我而言，杀人就是不能做的事。可对我而言，从来只有想做和不想做，没有不能做。 说到这儿啊，咱们好像从来没有讨论过劳动合同这个问题。想要什么？每周的双休您得保证吧？双休，转来转去，要的还是这个。